KBS World Radio 韩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KBS World Radio 韩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大韩民国首都首尔为您播音，欢迎您收听本台一个小时的中文节目。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台的节目。本台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60分钟的韩流冲击波，欢迎各位收听。一周韩流盘点，尽在韩流冲击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边丽华。我们正在韩流中心韩国首尔为您带来最好听的 K-POP 音乐。这俗话说得好啊，吃别人吃过的馍呢不香，但是音乐呢似乎并不是这样的。那旧歌新唱也许会为我们带来全新的视听感受呢。没错，那这也是很多歌手的翻唱专辑大卖的原因吧。那比如 IU 就发行过两张翻唱专辑，将这些翻唱作品和原唱进行对比呢，我们能发现不同时代的流行元素，那似乎也能体会一种音乐时空转换的奇妙。没错，那尤其是对经典作品的翻唱呢，这个要求是要更高一些的。那要求实力非常非常不错，去挑战一下原创的经典。是，所以今天开场呢，我们就来听一首优质的原创歌手的翻唱吧，张凡俊的这首新的作品《你离开后》。그대떠난뒤온종일비가온날은하얀얼굴로그대를만나리오래넘어모두비우고그대를내맘에다넣어언젠가그대와나는비를맞으며이길을걸었지우리서로의지하면서한없이이길을걸었지나이제외로움을알아요그대나를떠난뒤스쳐가는지난일들은비처럼내마음을적시
韩流冲击波新歌 On Air， 歌手朴春于五月二日发行新专辑 Re Blue Rose 回归。是的，那这张新专辑的主打歌4:444시44분这首歌曲的旋律梦幻氛围十足，那朴春呢用略显哀伤但是却又简单明了的唱法呢也抒发了歌曲的情感。新歌也邀请到了妈妈木的成员辉仁来一起合唱，让歌曲更加具有可听性。那他的新歌4:44的名字让歌迷十分好奇。对呀、那4:44的灵感源自于代表天使的数字，歌曲希望传递出一种天使们就在你的周围帮助你守护你的温暖信息。那用时间概念4:44做比喻呢，也让歌曲再添一层梦幻神秘的感觉。对啊，一听4:44这有一点用韩语说登根毛皮。对对对，有点登根毛皮。啊，就是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含义。没错。那朴春呢在新专辑发行的当天呢也通过社交网络表达了对参与合唱的辉仁的感谢。他发文说道，能够和辉仁合作真的非常高兴，让我更加惊喜的是我们的声线非常的相配，今后呢我们也会继续推出好的音乐作品，我们也期待。没错，那新专辑发行之后呢，他的主打歌4:44登顶 Box 还有 Solibada 实时音乐排行榜，那在其他的音源榜单中也都成功进入了前列。同时呢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七个海外地区的 iTunes 专辑榜及歌曲榜中也夺得了冠军。是的，那朴春的演唱实力呢是毋庸置疑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朴春发行的新歌吧，4:444시44분。지금 4:44울고싶지도웃고싶지도않아요잠도해보고떠나버린그대가자꾸미워져요어디서부터
myself on. 音频 主唱南优炫日前发行全新个人 EP A New Journey 回归，那距离上一张专辑 Second Ride 时隔8个月。是，那之前呢我们也为大家预告过这条消息了。那专辑的名称呢似乎也是提前预示了南优炫这一次回归将会有音乐上的一些转变。在前一张专辑当中呢，南优炫是通过主打歌点头点头，只要你没关系等等，让歌迷再次领略到他非常深厚的演唱功底。那新专辑收录的歌曲呢则是以多种的音乐风格展现出南优炫多方面的音乐实力了。没错，那新专辑主打歌 Hold On Me 是一首 House 曲风的歌曲，那原音吉他和电吉他的伴奏让人印象深刻，同时还融入了时下流行的 EDM 元素，让人耳目一新。那说唱歌手 Juno Flow 演唱歌曲 Rap 部分和南优炫的演唱相得益彰。是的，那新专辑呢包括主打歌 Hold On Me 在内呢一共收录了7首歌曲了，并且邀请到 The Need、 Twive、Jerry 以及刚刚我们提到的 Juno Flow 等等等等国内个性鲜明的音乐人来制作专辑并且参与演唱。南优炫本人呢也是亲自参与了很多首歌曲的作词和作曲，所以说整张专辑可谓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音乐 New Journey 新旅程了。没错没错，那其实南优炫我们都知道他的音乐才华非常非常的突出，对，那最近在综艺节目当中也能经常看到他的身影。对，我觉得非常非常有个性，我非常非常喜欢他。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带来这首来自南优炫的歌曲吧， Hold On Me。숨막히는악몽에서 oh, oh, oh. 가녀린손을뻗어 I don't have the time Pull me close Pull me close Yeah, She pulling me closer 싫은이느낌네눈이억울하디선가번져 And I'm ready to give my all to you 삼켜버린미로속에서헤매어너라는불빛만찾는나인걸차가운시선을가려줘다칠듯이난위태로워깨질듯한이환상에서나를잡아줘 You and I oh, 너에게 Hold on me 너에게 Hold on me 너에게 Hold on me 지울수없다해도너로인해모든날들이아름다워아픔이흐려지고널향한맘도커져가 I need you I need you to ooh Need you hold on to me I need you wanna stay 솔직하게말해 baby Just run to me 어디가든상관이없어근데시간도없으니까 Come keep me company 하나밖에없는인생 Trip you up in them diamond chains 너를잡아 Joy Never let go 나의더이상견딜수없어난깨질듯한이세상에서나를잡아줘 You and I oh, 너에게 Hold on me 너에게 Hold on me 너에게 Hold on me 묘하게나를이끌잖아피할수도없이난그대로거기있어줘거부할시간이나에게모든걸열어줘韩国歌坛谁主沉浮，谁是本周 number one， 一起进入 KBS Airplay 排行榜。Drive away all these emotions， 하다
本周榜单第十位新上榜的一首歌曲来自脸红的思春期，去看星星吗？별을보러갈래。本周仍然在榜单第九位的是来自女团一季的这首《弹啦弹啦》，不同不同。第八位的歌曲来自张凡俊的这首《与你慢慢》，唐星光灯悄悄你本周下降了一个位置。又是一首来自张凡俊的歌曲，노래방에서再练歌房，本周上升一个位置，来到第七位。泰妍的 solo 单曲《사계》四季本周下降了两个位置，排在第六位。来自脸红的思春期的这首《Naman Bom》，只有我春天，本周下降两个位置，排在第五位。来的大师乐团参达比的这首《주저하는연인들을위해》，致犹豫不决的恋人们，本周下降两个位置，排在第四位。本周上升两个位置，排在第三位的是来自 Blackpink 的这首 Kill This Love。TWICE 新歌 Fancy 本周新上榜，排在第二位。本周仍然坚守榜单冠军位置的是来自防弹少年团的这首《작은것들을위한시》，为渺小而作的诗，再次恭喜防弹少年团。
OK,AirPlay 排行榜，我们来关注上榜明星的消息吧。嗯，美国歌手 Ariana Grande 日前在个人的社交网络账号当中上传了一张照片。嗯，有人说了，你们不是韩流节目吗？为什么介绍欧美歌手呢？我话没有说完哈。上传这张照片呢，就是和防弹少年团成员田救国的合照。获赞无数啊。没错，那八日呢，他在个人的 Instagram 中晒出合照，并写道，尖叫，非常非常感谢你来看我的演唱会，救国，这太有意义了，非常爱你。嗯，那照片当中呢，两个人摆出了非常可爱的剪刀手，非常的有爱啊。那田救国观看 Ariana Grande 演唱会的消息呢，其实早就引发了歌迷的关注了。嗯，那 Ariana Grande 亲自上传两个人的合照呢，更是显示出他的无比的喜悦。没错，那田救国在演唱会结束后呢，也在防弹少年团官方 Twitter 中用英文发表感想，称呢，演唱会让我感受颇多，也学到了很多，他的舞台也让我下定决心，今后会更加努力。哦，真的是互相鼓励啊。哎，是。那另外呢，防弹少年团的新专辑 Map of the Soul Persona 在最新一期的 Billboard 200榜单当中排名第七位，连续三周成为了前十强。嗯，而在新一期的 Hot 100榜单当中呢，主打歌为渺小而作的诗依旧排在第四十位，非常非常了不起。哎，非常非常了不起。我们希望防弹少年团的成绩能够依旧持续非常非常好。是的。那么接下来就闲话少叙，来给大家带来这首来自防弹少年团的歌吧，为渺小小儿做的诗，작은 것들을 위한 시。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大使女团 TWICE。 TWICE 最近发行的第七张 EP Fancy You 在日本的 Oricon 五月第二周的榜单当中夺冠了，这也是继 TWICE 今年3月18号发行的日本精选集 TWICE 2之后呢，再次登顶这个榜单，实现了连续4张专辑夺冠的佳绩。没错，那另外呢 ，Fancy You 主打歌 Fancy 的 MV 本月7日在 YouTube 中的点击量也突破了8000万次，那再次证明了 TWICE 的超高人气。那 Fancy MV 曾在上线24小时后便突破4000万的点击量，这也刷新了 TWICE 自己的记录。没错，那新专辑的实体专辑在销量方面呢，也是表现不俗的。仅仅预售阶段就卖出了15万张了。嗯，那截至目前呢 ，TWICE 出道3年6个月期间，国内发行的一共12张专辑呢，累计销量已经达到了375万张了。嗯，那8张日文专辑的总销量呢，也是达到了238万张，合计突破了600万张。嗯，这个在现在的唱片市场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数字啊！没错，没错。那 TWICE 新一轮全球巡演也即将拉开帷幕。那这次巡演首站为首尔，将于本月25日、26日2天举行。此后呢，还将陆续在全球8座城市为歌迷呈现精彩的演出。是的，这8座城市当中呢，包括4座北美城市，所以说非常值得期待了。嗯，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 TWICE 的本周上榜歌曲，新上榜的 Fancy。Fancy you, fancy you, fancy you.
女团 BLACKPINK 新专辑主打歌 Kill This Love 的 MV 呢，在 YouTube 中的点击量已经突破了3亿次。是的，那 Kill This Love 的 MV 在公开32天之后呢，这个月的5号突破了3亿次。嗯，这也创造了 K-pop 组合歌曲 MV 最快达到3亿点击量的一个记录了。这比 BLACKPINK 之前的人气歌曲嘟嘟嘟嘟的 MV 达到3亿点击量用时68天，足足快了2倍之多呢。没错，那目前呢 BLACKPINK 公开的所有 MV 的点击量在 YouTube 中均已过亿，那其中呢嘟嘟嘟嘟7亿次，那像最后一样还有一些 Boombaya 5亿次，玩火和口哨3亿次。最近 BLACKPINK 在全球的人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啊。嗯，那在5号下午呢，他们又获得了第11届 SHOTY Awards 当中的一个音乐部门的大奖。那作为今年唯一入围音乐类奖项的亚洲歌手呢， BLACKPINK 也证明了他们在全球的人气还有影响力。当然他们也非常谦虚的说啊，这一切都是托了歌迷的福。没错啊，几个小姑娘非常非常的谦虚啊。嗯，当然了，他们的歌曲呢一定是征服了全世界的歌迷，所以才会有这样好的成绩的。没错，所以一起来听歌吧 ，BLACKPINK Kill This Love。World Radio 韩流冲击波 K-pop 音乐播不停，欢迎回来，我是边丽华，我是朴龙君。 Super Junior 成员圭贤日前退伍了，
那多档综艺节目呢随即也向他抛来了橄榄枝。最终呢，圭贤是确定出演《辛酸旅行》第二季以及《新西游记》第七季两档综艺节目。没错，那圭贤曾主持 Radio Star 五年时间。那入伍后呢，其主持位置在经历多位特邀的主持之后呢，最后由演员车太贤接任。那然而在圭贤退伍前，车太贤因一些负面的新闻退出了节目，因此观众十分期待圭贤能够再次回归节目吗？但遗憾的是，圭贤婉拒了 Radio Star 的邀请。可能工作量是太满了哈。对，因为除了综艺节目主持人之外呢，他还是一位歌手呢。那他也迫不及待地回归到自己歌手的本职。圭贤经纪公司 SJ Label 本月八号也宣布，圭贤呢将会在五月中旬就发行个人的全新专辑回归歌坛了。那新专辑呢目前正在加紧的录制当中。是的，那此外呢，圭贤将于19日举行粉丝见面会和粉丝重聚哈。那25日呢还将作为表演嘉宾出席首尔爵士音乐节2019。是的，那相信歌迷们呢最近关注微博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个热搜话题，而且上升到第一位的就是 Super Junior 全员军毕啊，这个军毕是什么？可能就是退伍的意思啊，军队毕业啊，这也要恭喜他们啊。而且呢在下半年据说 Super Junior 也会全员回归，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吧。一起期待重逢的那一天。哇一起来听圭贤这首 solo 歌曲再次重逢的那天，다시만나는날。주네요
집에 가서 있네요. 아직 날 못 봤는지 조심스레 나를 찾는 길이 나도 모르게 그대에게 다가가 아무 말도 생각이 안 나서 꼭 안아버리면 그제서야 날 보면 웃는 그대 한 번 더 그려본 다시 만나는 날 Mnet 新一季选秀节目 Produce X101 选手尹淑斌因以往不良学生形象而被曝光，而遭所属的经纪公司 JYP 解约退出了节目。是的，那 JYP 方面这个月的8号发表了官方声明说， JYP 娱乐基于公司准则认为正在参与 Mnet 选秀节目 Produce X101 旗下练习生尹淑斌不符合公司的要求，因此决定解除其演艺合约，并宣布即日起尹淑斌退出节目。嗯，那本月5日呢，揭露尹淑斌过去的帖子在网络疯传，该帖中呢曝光了尹淑斌的毕业照片，并称其改名前叫尹炳辉，常参与校园暴力，并公开了尹淑斌身着校服吸烟的照片。嗯，是的，那这个事件曝光之前呢，尹淑斌是 Produce X101 人气选手了，不仅在水平测试当中排名第一，并且获得了单独拍摄一分钟自我展示视频的机会呢。是的，但随着事件的曝光呢，原本将于第二期节目中公开的尹淑斌比赛视频内容将会做大幅度的删减了。嗯，当然了，在 JYP 还有 Mnet 方面做出澄清之后呢，尹淑斌本人也在8号下午做出了公开的道歉，并就改名和退学做出了解释。他表示呢，改名和退学并非是为洗白，因为原名发音很难，所以父母很久以前就打算为我改名。退学则是因为高二时成为练习生后，往返于光州和首尔过于疲劳，所以选择了退学。嗯，没错。那相信爆出这样的一个消息呢，是让人有一点点遗憾的。没错。不过呢，我们也希望新一季的 Produce 101节目呢，能够推出更加优质的偶像团体吧。嗯，就像他们的前辈One on One 一样，对吧？一起来听One on One的歌曲吧。好像很久都没有听他们的歌曲了，没错，结束活动也有一段时间了。来听这首《Pom Baram》春风。Don't be in my room and call for God.
등 너로 채워줘서 대체 내게 손을 내밀어 너 많이 날 숨쉬게 만들어 이제 매일매일 생일 birthday 난 새로 태어난 채로 내 편이 되어 내 빛나게 만들 冲击波影视剧 OST 大放送。是的，那现在呢正值春天啊，虽然前几天已经立夏了不过呢还没有到真正意义上的夏天对，最起码这个温度还没有到夏天的温度啊。是，刚大家也有发现，我发现很多城市都是这样，包括上海啊，听一些广播啊，上海北京都是这个春天啊，都非常非常的奇怪。今年春天，忽冷忽热的现象好像非常非常的明显。是，首尔今年春天好像就是这样的，对，晚的要暖一些，而且呢，天气忽冷忽热不说，早晚的温差还真是很大的。没错，没错，像就到晚上就特别特别冷。对，对，可能要找羽绒服才能出去散步的感觉。对，有点夸张，但是对，是符合这个感觉的。对，嗯。那不过呢，当我们意识到暖和的时候，一眨眼就要热起来了，夏天就来了。春天真是好可怜，这么短。好可怜，对，秋天也好短。是啊。那这些春天的美好是多么的短暂，瞬间就会逝去哈。所以呢，我们需要一起来回味一下经典的韩国电影《春逝》了。非常应景啊，春逝，春天逝去。没错。那这部电影呢，也是很经典的一部。算是老电影了吧，我觉得就快将近20年了，应该算是老电影。是，算是老电影。但是非常经典啊。那春逝呢，是由韩国、日本还有中国香港来联合制作的爱情片。当然主演呢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由李英爱还有刘志泰来领衔主演的。没错，那刘志泰饰演一个调音师，那李英爱呢则饰演一位地方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恩秀。那为了采录自然的声音，他们结伴去旅行。那愉快的旅程使两个人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那谁知呢，最后这份爱情是来得匆匆去也匆匆，就像咱们的春天一样。那当冬天相遇的两个人呢走过春天迎来夏季的时候呢，两人也面临分手的境地了。是的，那估计很多人都看过这部电影了哈，刚刚提到这个去自然界采录声音的这个场景，真的是打动了我。对，因为我们可能对于这个声音是比较敏感的，没错。所以在看他拿着这个防风麦在河边、在山林里去录声音的时候，哇，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没错，我也想尝试一下。你可以尝试一下。不管怎么样，大家可以去翻看一下，回味一下啊。因为那个时候的刘志泰先生呢，就算不能称上小鲜肉的话，也算是一位中鲜肉的感觉。中级的鲜肉是吗？反正真的是很年轻、很青涩的那时候。对对。那林爱呢，依然是非常让人氧气的，很养眼。没错，没错。那这部电影的同名插曲《春逝》呢，也是由拥有天籁之音的紫雨林主唱金伦我演唱的。那接下来我们就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吧，来自金伦我的歌曲《春逝》。봄날이간다。
道韩流冲击波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嗯，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为您介绍过圭贤退伍回归演艺事业的消息，让久等的粉丝乐开了花吧。肯定是吧，哈。对，其实对于很多喜欢 K-pop 的欧巴的迷妹们来说呢，嗯，爱豆去当兵这件事儿呢，还真的是喜忧参半啊。没错，那精忠报国自然是他们的义务，但是呢，怎么说也是要暂别至少2年的时间嘛。那过去这一周呢，就有一些粉丝们可能要有一点点不舍了，哦，不舍，因为韩流乐坛的顶级男团 EXO 的成员秀敏入伍了。不行不行，不要走啊，秀敏。但是呢，已经在这个月的7号入伍啊，哦，已经入伍了，是吧？是的，没错没错。那他也是 EXO 中第一个入伍的。嗯，那我看到有媒体报道称呢 ，EXO 完整体的音乐我们要等上一阵子了。也真是哈。对，嗯，那我们也祝福秀敏的兵役生活能够非常非常顺利吧。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曲自然就要来听一首 EXO 的歌曲啦。那对于很多迷弟迷妹们来说呢，偶像其实是能为自己传递一些力量的。没错。相反，对于爱豆们来说，歌迷们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嘛。嗯，所以呢，他们只是为歌迷而唱的。哎，这话说太准了。嗯，所以呢，我们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Sing for You》，来自 EXO。那伴随着这首歌呢，我们也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是的，哦，感谢您收听周日一个小时的中文节目《韩流冲击波》，咱们下期再见。下期再见吗？拜拜，拜拜。내낡은기타를들어하지못한고백을혹은고집스레삼킨얘기를노래하나만든척지금말하려해요그냥들어요 I'll sing for you 너무사랑하지만사랑한단말안해어색해자존심허락안해오늘은용기내서난말할테지만무심히들어요 I'll sing for you The way you cry The way you smile 내게너하고픈말놓쳐버린말고백할테지만그냥들어요 I'll sing for you Sing for you 그냥한번듣고웃어요조금어습죠내겐그대밖에없는데가끔은남보다못한나사실은그대품에머리카락부비고안기고싶은건데말이죠 The way you cry The way you smile또어색해할지도하지만오늘은꼭말하고싶어그러니들어요 The way you cry The way you smile 내겐얼마나큰의미인걸까하고픈말고백할테지만좀어색하지만
그냥 들어요 I'll sing for you